由我们温淑玲温老师以及黄庆范范老师、吴天怡老师共同演出的，非常棒的一个组曲。下位重唱组呢，是由爱好歌唱黄庆范老师以及温淑玲夫妇及非常具有创作天分的吴天怡小姐三个不同味道的人共同组成的一个歌唱小组，希望能够透过音乐和歌唱传述我们生命做事生命故事上分享爱和各种的情怀。亲爱的朋友，我们的音乐真的是一首一首非常非常的棒，就把它想成真的，这个就是国家音乐厅里头的音乐演出。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谢谢，欢迎我们三位合唱团组的上台。这是我们黄庆范老师以及我们温淑玲夫妻，以吴天怡老师，谢谢。各位好。我们跟仁义公司的创办人其实相识超过25年，我想我们夫妻非常了解和创办人他的理念，特别是健康促进的理念，善念传出去，健康自然来。那个善念，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颗感恩的心。最近我在学一些静坐的一些概念，非常了解，当我们人心存感念，心存我们去怀想我们的起源，所谓的思源尊亲，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益、所受惠的源头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带来这首歌。母亲的月光，就是我们吴天怡老师他所做的曲。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很多孕育我们的源头，那我们希望我们用这首歌来感念，也希望把这个善念都传出去，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健康。谢谢。谢谢，欢迎母亲的月光第二首曲子是《十仙十八姑娘》。天怡老师是我们最近结识的一位好朋友，非常音乐天分，他本身不是音乐本科系，但他很会作曲，那这个曲子是他亲自编写的曲子，也是他所编的和声，各位听听看。走过沧桑，还
依然绽放慈爱温暖的光芒。你的双手保护着我长大，你的目光教我学会坚强，你用自己的青春换来我的成长，你用辛苦的泪水滋润我的心房。天上的月亮又叫做月亮，因为它又像母亲一样的光芒，在黑暗之中温和却坚强，就像我的母亲为了子女走过沧桑，还是依然绽放慈爱温暖的光芒。上的月亮又叫做月亮，因为它又像母亲一样的光芒，在黑暗之中温和却坚强，就像我的母亲为了子女走过沧桑，依然绽放慈爱温暖的出来啊，特别他会写会编啊。那这首歌呢，就是陈明章老师的这个做的曲作品，然后他来为我们三个人编的曲目啊。那大家听听看。
非常杰出的